OK， 盒子里面有一些快速入门指南跟一个。OK， 盒子里面有一些快速入门指南跟说明书。快速入门指南。盒子里面有一本，盒子里面有本快速入门指南跟保证卡。盒子里面有一本快速入门指南跟保证卡，还有一个塑胶的保护壳。盒子里面有一本书，盒子里面有本快速说明指南跟保证卡，还有一个塑胶软软 QQ 的保护壳。OK， 这就是我们的 POCO F5 啦。OK， 那盒子里面还有附给你，那盒子里面还有直接附给你一个67瓦的快充充电器，跟一个 USB Type A 到 Type C 的充电线，超棒。盒子里面还有直接附给你一个67瓦的快充充电器，跟一个 Type C 到 Type A。那盒子里面还直接附给你一个67瓦快充充电器，跟一个 Type A 到 Type C 的充电线。那盒子里面就是这样子啦，那我们就直接来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一台手机的优缺点，还有我觉得。盒子里面还有附一台，那盒子里面还有直接附一个67瓦快充充电器，还有一个 Type A 到 Type C 的充电线。那最后盒子里面还有附一个67瓦的快充充电器跟一个30。那我们盒子里面就长这样啦。那接下来我们就直接来跟大家分享一下这台手机的优缺点，还有我觉得。最后盒子里面还有直接附给你一个67瓦的快充充电器，还有一个 Type A 到 Type C 的充电线。好啦，那盒子就是这些东西的。OK， 那盒子里面就是这些东西。好啦，那盒子里面 ，OK， 那盒子里面就是这些东西啦。OK， 那盒子里面就是这些东西啦。那我们就直接来。
那盒子里面就是这些东西啦，那我们就直接来分享一下为什么我买了这只手机而不是其他的手机呢？ OK， 那盒子里面就是这些东西啦，那我接着我们来分享一下这台手机为什么是 CP 值最高的万元以下手机呢？